这老婆脚也是给你们发三罐啊。里面有黄。这是麻辣的，你们就吃上面这脚。现在这底下这块有点苦，你们别吃。然后就吃最底下这黄，这黄很香，越嚼越香。看看它这底下啊，都是黄，这黄很香。很香，这是大脚，嗯，感觉就是味儿。